老公 Alan 于22日在马来西亚兰卡威补办了一场世纪婚礼。他除了邀请昔日七朵花的团员们担任婚礼伴娘，还找来曾在影视作品中饰演自己男友的明道和郑元畅担任伴郎。最特别的是，明道的4岁儿子也在婚礼中担任花童。明道透过社群分享儿子在婚礼上的可爱模样，并幽默地形容儿子是自己提早4年给陈乔恩生的花童。只见明道的儿子身穿浅蓝色小西装，在花道上撒花，可爱模样萌翻众人。他稳重的表现也让网友们赞叹不已，纷纷夸他丝毫不怯场，预言他将来会很有出息。婚礼照片曝光后，引发网友热议，粉丝们感动直呼陈乔恩找到真爱真的太好了，被温馨画面感动到哭出来。Bye.